色达，我不得不说，蓝天白云下，红色的木屋，红色的衣衫，汇成一片红色的汪洋大海。信仰在这里，也许看不见，也摸不着，却又坚固地生长在这里的每一个人的心里，支撑着他们每一个坚定的眼神和步伐。我知道，有些记忆会随着岁月的消失而越来越淡，而有些记忆却随着岁月的流转雕刻成一道痕迹。关于色达，偶尔会泛起对他的回忆，但我终究会回到自己的现实生活。可我想说的是，色达真的是此生值得去一次的地方。